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菲菲啊。啊，今天呢我又上老一爷家来了，然后刚才听说呀来了个牛贩的，然后要收购他家这个牛啊，咱们过去看看哈，看看这牛啊老一爷准备多少钱要卖啊。爷、yeah. 哎，你这干啥刨牛粪呢？啊，我不把这个冻着的牛粪我刨刨啊。啊啊，刚才不来一个要收牛的吗？啊，来一个买牛的。啊，嗯，我看在大门口那个来个车，啊，然后车里边收了一头这个小牛。啊，是。你准备要卖哪头牛啊？卖这小的，卖个牛都带崽的，卖带崽的。现在那两头大牛的话都已经带崽了呗？啊，带崽的。啊。啊，这小牛养它多长时间了？小牛啊，一年，一年，正好一年的牛，12个月啊，啊，零几天，啊，一年多一点呗，这笨牛啊，它不像那个西蒙达尔，它长得快，啊，这牛他妈不是，它长得慢，哎，你都一我一样料，天一样料，人那长得胖，啊，这才有干啥？但是吃肉，这牛好吃啊，肉香呗，哎，这肉香。那个你看那个就是那个西门达尔的牛，啊，那牛它就差劲，啊，就差劲，因为就长得快。对，嗯，他那个现在我看大批量咱们村里边养牛，基本上都养那个西门达尔的比较多。啊，对对对，那要是养一年了，那得这是高老的啊，那再说也胖啊，你这你料都一样一料，它就不行啊，喂法都一样呗，啊，喂法是一样啊。他那个牛的话也是为这个秸秆粉碎然后拌料呗。再说人家那个那牛要是育肥的话啊，他都喂那什么呢，精饲料啊，啊啊，添加剂又这个那个的啊，我这个就是个炒，啥也不干啥，就是一个炒，把那个苞米啊粉碎了，完了把水烧开了炸下了啊，给它拌料呗，哎，就吃这个啊。那牛育肥牛呢，你就吃那个精饲料啥的啊，嗯。这个牛你是论斤卖还是就是论头卖啊？论头卖。论头卖的小牛，啊，嗯，那大概一年多的，它现在能有多少斤呢？这牛啊，啊，这牛现在也就是300多斤吧。啊，现在是300多斤。370-380斤。啊，那刚才他给多少钱呢？给10000块钱。10000块钱啊？我现在什么得卖12.23呢？啊，要12我就卖去。啊，他给的价格的话你俩没谈妥呗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完了你就没卖。啊，头一的时候头俩月，哎呀，头3个月7-5天的时候啊，正拉地啊，给我他妈10000块钱。啊，我没卖。对，你这拉地的时候在家，现在的话他这隔好几个月了哟。一个月的。完了后来给我一万一我到。那时候我就是卖，我现在10000哈，啊，我就处理了。啊，这个到现在了，这又喂，都喂俩月。对，嗯，啊，完了我寻思一万二的，卖一万二我就卖得了，啊，要不然我整不过来，这俩。对，那俩马上那到几月份下崽啊？得到6、7、8月吧。哎呦我天哪！8月份。那俩大牛全都带崽子了。啊，都带了。那你就赶紧把这小牛崽拆一半儿处理得了。整不来呀，就是的，嗯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养两头的话，嗯，也当那个锻炼了啊，就是，嗯，太多了也整不过来，整不过来，就是它不像我养多，和冬天可以出放去，对，嗯，这就是敢讲话，说今年冬天都在家就搁圈里边，这就养我俩吧，要不然操点心的费点事，对，养多了补不来了，这小牛还挺厉害的呢，啊，厉害，你看一个是要顶人呢，公我呢，啊，这个。这你天天喂的还行，这要生人来的话，哎呀，可不是咋的。那你离得远点儿，他那甲别让他顶一下，怪疼的。我要是牵他吧，啊，要是我喂他也好，我圈噌甲就跑圈里了，我一圈吧，他就窜后颈。那你可得注意点啊，可不是咋的，完我拿着缸上搁后边扑棱呢。啊，嗯，那他这个敢讲话，你要是不想养他，差一不二就给他卖了就得了。啊，啊，就是那个啥，一年的这个小牛。啊，然后现在是300多斤，不到400斤呗，哈。嗯，这就是，啊，这就属于这个农村纯笨牛呗，是不是？380斤呐。啊。是，你反正没不到400斤。不到400斤哈。将近一年。啊。嗯，就是笨牛，是不是一啊？啊。就是纯那个农村笨牛呗。哎，对对。啊，快离得远点，你看他还顶人呢。他出来闯我。就是离得远点。爷，你说就是同等这么大的牛的话，要西门塔尔的品种的。
这得比他多卖不少钱啊。啊，那可不，都一样一，要是都是一天带的牛哈，啊，起码得照这牛得多卖，500块钱。是吗？他，要是这西边大儿，那是胖啊。啊。哎，那起码也得卖一万五。哦，你这个就是少一万二不卖呗，哈。哎，对。行，都养了敢讲话的，啊，养了一溜十三招的。这玩意儿是正事儿，顶钱长啊。对。它不像那牛，它不长了。对。就它顶钱长啊。现在天一暖和了。啊，天都暖和了，完了不往地，完了给它密上它一松。过两天它能走啊。对，过两天放山上的话，它，吃草啥就好了。吃青草了，完了我上地干点活，就把它拴高车带子。啊。完了给它密上。行。它就胖了。啊，刚才呀，我听老一也说了一下哈，来这个牛贩的呢，他收购价呢是10000块钱，啊，老一爷心目当中的价格呢是12000块钱，所以说没达成这个协议，然后老一爷也没舍得卖，啊，今天的视频呢，咱们就先到这了。喜欢东北农村生活的呢，给我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